帅，高高的美女王丽萍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这单元是全新的一个机会，对，看到大家的反应，对，哇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非常的开心，是的，真的好期待哦，用尽巧思啊，对，就是要为了要对付你们啊，不，真的为了开心啊，还玩得开心，大家都说高个有没有？反应比较不好，才说的。超好的，有时候在伸展台上面，有时候临时那种突发状况嘛，马上就反应过来啊。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好了，有没有在生活中有需要反应，然后马上可以解决或是出糗的事情？我要讲的是我在新人的时候啊，然后我有走一场秀，然后那个秀的导演是香港人，好公演嘛。对，然后呢，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个点，因为照理说，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到前面定点，中台定点回来，他不是，他是一个星星的形状。哎呦。就是你都要停在点点上面，然后结果我那时候新人的时候，我一慌，吓坏了吧？因为其实星星的每个角都是坐满人，对。然后一出去，怎么每个点都一样？一走到这个点，完了，我接下来要走到哪？然后就想说，我就一直在想办法，我应该要怎么走？结果没想到你迷路了，就对了。对，可是我有一直在想办法，然后就大家都是从这边回去，然后呢，我就是从这边回去，最后还是被秀导骂。哇，走出一个。方向是差很多的，就跟人家都是退这边，然后我退这边。而且那个模特有很多，我们看电视有没有？走走，还有高跟鞋断掉，真的掉到水里的，还有滑倒的，还有掉到水里的，是泳装秀。班杰有没有什么这样故事？打散打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你会散打？哎呦，慢点。你真的会散打？真的会啊！对不起，我刚才不是对你不尊敬，不好意思。我点毛怕怕，从小练嘛，然后就是练到大，我就开始就有一些国际的比赛。比赛我是跟内地的一个选手打，是他很厉害哦。他从小就是一直练，把他的手就变成好像钢一样。我第一回跟他打的时候，发现说他的力量是一个很强，他骗腿，比如说招数，你会骗腿吗？我会骗腿。哎呦，我也是武林中人啊，可以踢这里吗？可以呀，踢你头也可以。这么高可以吗？这么高可以啊？我没有要动啊，我让你打哦，你真的要打、啊？我不会动哦，被你打哦。他踢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大概是这样踢。就是你怎么样？你会飞那么远？飞呢？哇！就是很大力，我就害怕害怕。你是惊了？第三回合的时候，我学聪明了，我就知道怎么打他。怎么打他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你会真的出手打我吗？当然，我好好玩哈。好 ，OK， 没关系。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，来一个，对不对？哈！不要踢到我手！你在运气吗？哎呦，哇，先闪对了，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脚会贴很近？这样子你就有机会再进来打他。我们刚没有看清楚，可以再一次吗？我们这是慢动作，给观众看清楚。slow motion。哎，哇，哎呦，厉害，动作分解得很漂亮啊。一看就是练家子，练家子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其实我们生活周遭里面常常会有给我们惊喜，所以其实反应灵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的重要。是是，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一个考验，用什么呢？如果你分到爱神那堆，你要怎么用你的智慧来化解？智慧啊！我们今天分队不一样，用抽牌的。哎呦，好，好，谁来抽？好，我先开始好了。先抽，你先抽。好，好，先抽。是什么牌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火力口，普通队的，普通队的。OK， 这一张。喂，耗子，你的表情，耗子没有来啊？我啦。好，那是你。那我靠最近的好了。好哦。什么呢？希望不要爱晨。喂，已经翻到我了，还需要不要爱晨？爱咪牌。班杰就是我的了。好，两队分好队之后，马上来继续我们的超级反应王。超级反应王。
玩该怎么玩嘞？听好喽，大家一同喊完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的指令后，立即做出裁判所下达的指令动作。若所做动作与其他参与者不一样时，就会获得叉叉一个，并惨遭干冰伺候。得到三个叉的来宾即将被淘汰，看看谁的反应又快又好，就能够帮队伍取得最后的冠军哦。谁不一样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玛丽莲梦露。嗨，班姐，你对对，应该是我妹哈，我在往外。这个动作，玛丽莲梦露的图片大家都看过，对不对？模仿很像，你也模仿得很好，你这次模仿得很不错，但是基本上凉了一点点，真的凉了一点，还内八内八，大家互相看一下。哎，班姐后面哦，你的手是往外，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请喷他，送你一个叉，好，马上，对不起啊，看谁不一样，加油！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当医生，哦哦哦哦哦，好 ，start， 请问您是哪一科的？心脏外科，对，心脏外科没错。那你拿的这个是？那我在听嘛。哦，那你准备要听？准备要听？准备要听？对对，准备要听？对对，好像是这样。好，这位美丽的医生，要，这是什么？那个。哦，我知道，蓝牙耳机。是啊，就是听的。太棒！这位来画画的朋友，你是怎么？牙医，那你的手是要准备钻？你是医生还是病人啊？你是医生，你干嘛张嘴巴？对呀，我要干嘛啊？好，啊，我是相当正确。哎，好，你正确在哪里？听筒啊，听你有没有病啊？你才有病、啊，听我有没有病？哦，好，你是牙医对不对？就喷牙医啦。大家都要当外科医生，统统偏偏要当牙医也不错，但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就分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丽晶姐。好，不动，这位吓到不敢动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学丽晶姐。有这么惊吓？这真的疯癫了。模仿丽晶给王颖婷带来什么样的震撼，让她吓到当场手脚？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扶手。哎呦哎呦哦，影评待会可以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，女生可以休息一下。扶手，扶手，扶手，扶手。那另外这只手是？在准备，在准备，在准备，大家都准备。这位扶手，您是另外一只手是？他穿裙子，对不起，扶手啊，好，你可以先休息一下。所以这位你是学的？哦，他可能是投两颗球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用两只手接呢？可能觉得很强。很强。王建民投的球，对不对？太漂亮了。请问这位孙悟空，您是来打太极是不是？这个是准备动作啊。干嘛？一颗球接，然后这个是借力使力啊。干嘛？你丢铅球。借力使力。你丢铅球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一颗球刚才有打出去，但是是滚地球。投手接到之后，赶快传给捕手，捕手再传一垒。哎，对，哇！所以他的动作应该是连续，画面是这样。哦，对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喷他。爱作怪。好，爱成在，你得到一个叉了，好不好？刚才哦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统统队班杰跟统统都已经一个叉了。然后呢，爱成队只有爱成得到一个叉，影评目前表现得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人家说高的人肢体语言有障碍，会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表现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好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当消防员。暂停。好，这样。那个旁边两个，你们干嘛比啊？啊，练习一下啊！加入啊！这个都是，你知道这个他有拿着这个管子，他有个名称，
它叫做苗子。对，苗子啊，苗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四位的动作都非常一致，这一题 OK， 好不好？马上进入下一题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打麻将。好，您会打麻将吗？外国人？你的按脑不会，但是我这边不是要把那个牌？对，五牌，哎，五牌啦，五牌啦。哎呦，他不止打麻将哎。他还跟那个邻居的外那个外甥伯伯打，这位大婶摸麻将，为什么要摸？为什么叫我大婶？因为这个动作是摸麻将，不是是洗牌啊，洗牌。我们刚才是不是我们题目好像是打麻将？打麻将要洗牌啊，打麻将，打麻将也要洗牌啊。他其实有很多动作，但是洗牌是这一局结束之后再洗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话，因为你也做动作。好，你也在洗牌。不是，这位像是要摸牌也像洗牌的朋友。洗牌，哎呦，一二三，有三个人在洗牌打麻将。你已经糊了，对不对？糊牌，恭喜，就喷他。哎，他真的很准的，有没有？他是两个叉，他在听牌了。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拍照。OK，stop， 您是拍照啊？拍照，很精辟。Model，您是？我是被拍的人。您是被拍的？您是摄影师？摄影师。要不要输啊？不用。拍照。哦，还没问你啊。拍直的。拍直。全身的是连脚一起拍进去的。色狼摄影师拍进去的，就喷影片。漂亮，你的队员哎，漂亮什么？来，给你自己贴。好，目前看一下，每个人各自都有一个叉，只有班杰是两，好不好？第三个就出局了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踩拳。好，停。您出的是剪刀啊，剪刀了，简单的剪刀。您出的石头，你呢？石头。旁边那一位呢？五、四、五、二十。你是也是石头嘛？石头，石头。大家看到有三个石头，一个剪刀，所以你输了，喷他。班杰，班杰有三个叉，恭喜你淘汰。好，所以你们那一队要再派一个人上来，好不好？林道远来，请上来。OK 的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洗衣服。很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打撞球。这位喝醉的朋友，你是打醉拳的？不，那个手比较短，所以要翘起来打。看他这么快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差，看谁不一样。好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射弓箭。很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玩溜溜球。好，欸，你较注意，你若讲无爱减肥，你爱中风啦，你讲。咩咩啊？这边中风。喂，你这是？一直落去啊。落去的时阵。哦，有些人也是这样子，上下也是没有错。你也是在玩溜溜球。这是在干嘛？溜溜球能这样，也能这样。对啊，看谁不一样，就你不一样，喷他。是啦，哇，你真太脏，生气一点好不好？哇，艾辰两个叉喽。看谁不一样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五百。五百。哦，好，不要动了。你是学吉他？五百。阿奈，阿奈，耶。吉他。
哎，你是刚才看他讲，你才这样想？没有，我突然想到的，因为还有画面是这样。呀呀呀呀呀！其他一样，你看他不录。You， 你是我的花朵。哦。或许我不该问。不像。只有我们的影评跟导演在弹吉他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爱晨、彤彤喷他们。哎呦！啊！哇！哦！对啊！对啊！对啊！太干净了！直接贴了！这个跟人家不一样的，竟然电我！你们直接贴！艾辰身上已经有三个叉，恭喜艾辰淘汰！拜拜！好，你们要派的是小蛮啦，我们外国人比较吃亏。小蛮现在来啦，对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金刚狼。好，暂停。哇，你那个是僵尸吧，林导演？你这是侏罗纪公园吧？好，我问你，金刚狼它的爪子有几根？一只手有几根？三根。好，只有林导演不一样，喷他。喂。好了，几个？你好快哦。林导演也有两个叉了。目前为止，统统队队长跟林道远各自有两个叉，加油啦！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历经节。好，不动。你这个手是，前面那只手是，这位吓到不敢动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学历经节。你就惊哦，我就惊用点着的，真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雷公。什么？好，停，雷公，不动了，这位又吓到的朋友。一听到雷公又饱受惊吓的王影平会做出什么样令人疯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雷公。雷公，不动了，这位又吓到的朋友，我有点听不到，听不太出来雷公，然后有点这样。哇哇哇哇！只有你跟大家不一样，来三个叉，淘汰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开车。好，暂停。男人比较帅，所以都是单手开的，漂亮，是不是？为了耍帅要得一个叉，喂，两位都是一样的，就喷这个耍帅的。Very good， 他喜欢耍帅，再喷他。喂，让他变成冷冻猪。喂喂喂喂，哇哇！林导演，恭喜你淘汰。现在呢，各队只剩下一个，大家用引颈期盼的心情，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重量级的巨星魔王大哥。如果你的动作跟魔王不一样，你就要被贴叉了。跟他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打排球。哦，杀球啊！喷他！终于得到一个叉了啊！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洗澡。大家一起当投手，大家一起当阿兵哥。我要听一下理由了。阿兵哥不是都会讲喝的？我在《新兵日记》里面饰演的是班长。班长，所以看到班长要进，太棒。好，两位呢都跟魔王不一样，所以两位各得一个叉。恭喜彤彤淘汰。恭喜我们的小蛮，爱晨队得到一分，恭喜他们！马上进入下一个恐怖的单元，继续投网。
回合看谁不一样，由爱晨队得到一分。哎呀，统统队是输的队伍，所以无条件要推派一位当大头王，请推派代表。要找一个哦，就是班杰了。这个搭配实在太好了，班杰请出列。外国人嘛，统统队请去戴上眼罩。爱晨队，请挑选武器。这个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好凶狠哦！你们不要欺负外国人，对嘛？哎呦，我看不出来，小蛮竟然挑选了一个少林寺用的武器。班杰，你完蛋了！请问爱晨队，你们谁要来处罚班杰？给影评打，影评啊，影评对，因为你那个角度打下去是最好的。哦，是影评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我觉得小蛮看起来比较凶狠。是影评。哦，是影评。影评给影评来，影评。好好好，给他难看。好，给他难看。来，爱神队，请处罚。对啊。好。哎呦，好狠哦！班杰，请起立。等一下，我要检查一下这个伤痕，他们里面谁是凶手？爱晨后是影评，因为他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痕迹。哎呦，哎啊，所以他这个武器没有黑色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啊，这是有经验的。他完全按照车子被撞到之后，有没有别人的漆有没有掉在自己车上？他研判谁是凶手，他是真的有经验的呢。我相信是爱晨非常弱，应该是他。哎呦，你觉得是爱晨？什么逻辑呀？哎呦，这逻辑，因为他的角度不好啊，又没有力，确定是爱晨。班杰果然好眼力，恭喜你答对！耶！在这边班杰猜对，所以得到一分。是你，爱晨队好不好？那怎么样？那怎么样？统统队现在是赢的那一队，对不对？他们来指派你们谁要来当大头王？我们来敲个新鲜货，影评，新鲜货。还有啊，那就影评了。来，影评，统统队，请挑选武器。我们这次的武器非常的恐怖。终于比你高了哈！还有班杰来了，帅气！你们谁要来行刑？我啦，我啦，我敲啦，我敲好了，我啦，好了，好了，道远敲好了。哦，所以是道远。哦，你们每次要来一套，故意讲道远，其实不是道远敲的，对不对？请行刑。One, two, three。哎呦，哇！哎呀，好狠的心哦。影评，请起立。哎呦，哇！你哎，你怎打到他的手了？你重力也太痛了吧！你没有看出任何蛛丝马迹？怎么了？你摸到了什么？好。我可以发现影评他看不出来，挂播。我在，因为上面有那个。好，到底谁是凶手？我觉得是班杰。为什么？班杰他是凶手吗？哦，这个角度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怎么会猜班杰呢？在右边呢，对不对？恭喜你，他在左边。想说我在这边这样打，你觉得说，哎，左边被打，不可能是我在右边啊！想要骗我。好，恭喜我们爱晨队再得到一分。目前为止，两回合的成绩，爱晨队得到的是两分，统统队得到的是一分。恭喜我们爱晨队获胜。今天呢，大家玩了许多的小游戏啊，对不对？增加感情，对不对？也谢谢今天的所有的来宾啊，谢谢，有空一定要再来我们奇兵集结局，好吧？好，记得